家，首先我想让你介绍一下，就是说你的创作如何是从传统，然后走到你后来就是主要就创作应该是表意主义这样的，对，能介绍一下吗？好的，其实我们家你也知道，就我们家的核心还是中国传统的啊，非常传统的，有书法呀、艺术啊，中国艺术这一块。我接触西方艺术还是在上大学接触的比较多一点，比如说学西方的诗歌呀、音乐呀啊这个。完了，当代艺术呢，是因为我触及到当代艺术呢，实际上因为我的老师朱清生老师啊，他是其实他是现代艺术啊，现代艺术这一块，他也是从传统到现代，他从现代美术到一块。其实我说朱清生的影响比较重啊，比如说我刚开始其实理解的。对一个深度了解就是对波伊斯的理解啊，那时候我们直接插到波伊斯啊，因为当时呢朱先生跟我们讲课讲艺术史，但是他最着重的讲的是从毕加索，从莫奈到毕加索是他的精华啊，所以我们上来就是对这个比如说从莫奈到印象派，从印象派达达派这些理是我们上课的主专，但是从哪儿来的他讲的艺术史的过程。所以我们不讲艺术史，就是对我最影响的就是从莫奈他讲到毕加索，但是我是从莫奈到安妮沃夫到波洛克这一块到波洛克到安妮沃夫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但是我受的影响是受莫奈，他是从印象派讲起，对，从莫奈到波洛克，但是实际上他给我讲的重点是讲到这个毕加索。对对对，毕加索之后是我的理解啊。对，怎么又博伊斯？因为从观念上面来说，他应该是更后面，他是讲社会的那个个人介入，对个人的故事，还有个人的整个人际经历都是要做的。这是战后的，那是战后的。对，咱们讲的是战前这一块啊。对，所以说呢，这块呢，其实战后这一块呢，就是朱清生其实他研究到博伊斯，他研究博伊斯，博伊斯之后他也研究啊。明白明白明白。这样呢，其实我就是呢，我不是从西方绘画，我是从东方书法开始入手的。因为我一直就觉得，因为很好奇，因为我觉得你的创作，因为是我知道你就是因为从古董世家啊，从你这个写书法啊，还有就是中国传统，你对对，你受八大的影响，对，还有受很多这种中国传统书法的影响。但是我觉得你作品的就是面貌看起来又非常像是波洛克那种跟身体与行动有关系的，这样子的，也有点像 C. Trumpley 这样子有潜意识的作画呀这样的东西。对，我就想看一下你的表意主义和他们这些这个之间有什么关系。是的，我从莫奈的作品啊看到出他对传统的挣扎啊，对，他是从传统里挣扎出来释放啊，是释放啊。他是做减法的，对传统，对，他是解构，对，他是对那个新古典主义、古典主义的一种释放，一种解脱啊。他那种自由感，因为我们家是传统啊，包括我跟我爸爸，你也知道那个我们俩是碰撞啊，啊，虽然那个最传统的那种压迫感，其实我从小有压迫感啊。明白。他老觉得他比我强，他老觉得牛。就传统对新生事物的压迫啊，这样呢，我就从莫奈到毕加索，从莫奈到毕加索，从莫奈到安妮沃夫，因为整个印象派都是解构传统，对对，到安妮沃夫，你说解构呢？你说解构呢？可能还觉得有点文一点，我觉得实际上是一种批判，反抗，背叛啊，甚至一种抵抗，嗯，就是压力啊，嗯，传统对自由的压力，嗯，也是我从小受的压力。不管是东方的传统跟西方的传统，我觉得传统跟传统都一样，对，不分什么怎么样，就是这样呢。从小受传统的压力，包括因为我也写书法，我也没有，但是那个东西呢，我从小不认为它是释放，我认为是压迫，就我必须要写多少篇，写多少篇，画多少国画，是，那都是刻着一样压迫。但是就是说我从西方的印象派到从西方的印象派，到波洛克，找到了我的自由。嗯啊，自由，不管里边有多少波动，比如达达派啊，比如说那个各种那个潮流啊，但是我觉得都是从莫奈到波洛克的一种形式。其实我觉得莫奈跟波洛克太像了啊，嗯，就是，但我在这过程中，你也看我的作品，基本都是洒脱的、洒泼洒的，
甚至色彩啊，对，我基本都不受框，对，我不会有形式，对，我就是从小，因为我书法就格式化，对，方方正正啊，我从小就是颜柳的，我就写颜体的，你看我的书法非常规范，但我的画就非常法色啊，就是。而且很多那个身体的行动，就是很多即兴的东西，跟情绪有关，对，所以发泄。对，所以我说在西方的绘画里面，我找到了自由，但是我没有找到它的意义的概念。就西方艺术里没有表意这一说，嗯，啊，它有表现主义，它有表现，它没有表意。这样呢，我在2008年开始探索当代艺术这一块啊，因为我受朱金生的影响，它是现代派。其实我觉得朱老师，朱金生的思想不是当代艺术，它是现代派。他还是在美术里边，对，他跟高明路啊，甚至这些，其实我觉得呢，真正是中国的当代艺术触及到艺术还是艾薇薇，啊，嗯，因为他不是画画的，他是玩电影的，所以玩电影、玩舞蹈的这些人，他们美术界进入当代艺术还很难。我不认为中国任何一个画画他是当代艺术，他还是在，就是说比传统有更有现代派，有现代派，不是当代艺术。我觉得当代艺术还是对脱离了书画观念的书法这种模式，观念的表达，对，还是观念的表达，跟媒介，对，比如说媒介的可能创新有关系。比如我拿水泥做这保险柜，我觉得这种观念可能是啊，是保险柜不是啊，对，所以说这种东西呢，就是行为艺术，比如说行为艺术、观念艺术，包括舞蹈，包括这个音乐啊，就是、它走向当代这块是有路可走的。这样咱们去探讨也不去什么，就是我用东方表意的东西，对，去理解西方艺术。我更多的东西是表意。明白，你也表达的是你对艺术的感觉。对对对，感觉，我觉得感觉、意识、思维模式啊，这个是我是表意。这个是当代从传统里面脱离出来的。对，所以从一个平面走到了一个。对，我不认为任何一种艺术形式是当代艺术。对。你说你是我不认啊，但是我认为如果你有了思想之后，任何都是当代艺术。对，这就是我的表意主义。是啊，对，它一个一个动作，一个对，甚至你只要你的思想升华到当代艺术的理解，当代的理解的时候，你干任何事，也许你写书法，也许你篆刻，但是你的观念思想达到那个状态的时候，境界的时候，你就是书法，就是篆刻，你也是当代艺术。当代艺术，啊、嗯。这是我比较艺术的理解啊。对，嗯，那就是说你现在对你自己，你觉得你自己是当代的艺术家，还是说你怎么说呢？就是说怎么说都行，没有。对，我就要想就是说你对你自己的这个艺术创作就这样子的，你，我觉得其实你现在提出这个 feature art 这个想法，其实我觉得这个更多的其实像是你的一个艺术创作。如果要是一个艺，是我个人的，对，我倒觉得是一个个人的。对对对，我觉得如果是一个个人的艺术啊，我觉得就没有意义了啊，没有意义了。我觉得呢，当代是个人的，我认为啊，当代艺术是从集体主义，从集体这个观念，从整个社会的这种个人的一种释放。解脱，它更自由啊！对，我倒觉得我的未来艺术啊，对你提出的这个未来艺术 ，feature art， 对，我觉得它不是个人的，我觉得它是一个人类的啊，我觉得是一个人类的，我觉得如果我的艺术就只是我自己，自己为了一种自由，为了自己一种快乐，一种感觉，我觉得不是我的概念啊，我觉得现在开始。我现在就彻底的跟 modern art no。我今天也跟我美国的艺术家在谈这问题，19号我们有一个对话，对，我现在就是 cancel modern art。就是说你、啊、因为 modern art 很多还是停留在平面和二维的。不，那还是形式。我说的是观点啊，就是我认为我的未来艺术，我的未来艺术必须建立一种意识上。我的未来的艺术不是形式，首先已经是观念了，但是观念不够。对，你的这个未来艺术是指的是就是在材料和媒介上的打开吗？不是，啊，如果那样的话，还说的是物质啊。嗯。我比如说我有一次做梦跟霍金对话，
因为我听了霍金的那个整个对人类的理解的时候，时间的理解，对，我一宿没睡觉以后，我就不听了多少遍他的英文，虽然英文我也不大懂啊，但是我凭我的感觉啊，我听了霍金的讲话之后啊，我觉得他是个物理大师啊，他是学物理的，他应该是大格局玄学上面的东西，不是，他还是物理，他还没到玄学啊，他是物理学家，他如果说按照他的物理的这个物理学主义，人类100年就结束了，嗯。因为他按推理学，如果按照东方的哲学体系里的，这世界上没有结束也没有开始，我们是一种循环性的啊，就循环性的，只不过3000年循环，3000年几万年，都我们都认为这个世界是循环的，对，就没有结束跟开始一说啊，这个呢就是我对未来的理解全面了。我觉得未来是个全面的啊，包括呢，我现在在哥伦比亚研究中心又深度了研究人工智能这一块，这个是我的领域。现在我在这方面，人工智能是机器啊，机器自动化的产物，大数据的产物，大数据的产物。我十九号的那个哥伦比亚大学 Club 的讲座，嗯，就你要听完以后。可能就截然不同了。嗯，可是我感觉这样的话，好像更多的像是媒介，就是如何电子这个媒材还有大数据这样东西介入到艺术创作里面来，影响到未来的，影响到未来的艺术创作。你的 Feature 2讲的是什么？我 Feature 2我更讲的是，从人工智能的智能，从人工智人一切做不到的事情，嗯，啊，人一切做不到的事情，智能都会帮你做到。你需要智能能产生艺术吗？对，人工智能能产生艺术吗？是的，因为在未来，我说的未来啊，不是很久，我说的未来可能就是明天，从今天到往后可能15年间，我说的未来，不是说未来很永远的未来啊，机器有了智能之后，它人类所做不到的事情，它都能做到。但是他不能想到，我的人工智能，就是李开复18号讲的那个人工智能，他讲的是人工智能2.0，他讲的人工智能2.0，他讲的就是工业自动化跟大数据，对，啊，跟 Google 现在最大的领域就是深度学习啊，这个东西呢是2.0。我就希望很多的人先去听李开复的，李开复给我做了一个铺垫，他叫什么呢？科普。啊，如果你听完他的，你再听我的，你才能听我的。你现在听我的，你还误，因为你还不知道什么叫人工，什么叫智能。对。你听完李开复的，你完了以后，你再听我的，你完全不同了啊。这样呢，现在呢，就是我艺术，我们受形式的制约，对，我们不能想到的东西就能做到，比如说绘画，比如说雕塑吧，都是被雕塑这个形式控制了我的艺术，甚至我的意识。就是比如说你给我做一梦吧，我记得好像当代艺术里也有这个专门做研究做梦的，哎，但是我告诉你，你可以做梦，你不能把梦做出来，对，听明白吗？ OK， 梦就是一种意识。我的人工智能是什么？我做梦，让智能帮我把梦做出来。可是你这样的话，不就到艺术的消解了吗？这样的话，就是艺术最到最后你的呈现，你要让大家能够理解，你肯定还是需要理解。因为不管是我认为油画，还是到雕塑，还是到这就是网络艺术，还是什么的。OK， 听我说，对，你的艺术不需要别人理解，你的艺术不需要主，如艺术往往都是影响别人。让别人理解，看完我的之后你哭了你笑了，我成功了，这是错误的。这个我cancel的就是这个，我认为艺术的本身根本不是为了别人理解，是别人看到你理解，是主动权在他，不在艺术的本身。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艺术其实是为了自己，
艺术就是为了艺术，艺术为了艺术，你的艺术不应该为了观众，为了 money， 为了社会，为了政治，为了宗教，都不应该，对啊，对吧，艺术就应该是艺术，嗯，这个很纯粹啊，这是我的纯粹。但是呢，现在的你不能否定科技、智能、自动化、电脑啊，不能否定这些工具可以让你完成你的意志，可以帮助你的意志的传播。不管更多就是这个意志的传播只是一种方法，不是做艺术也是。OK 啊 ，OK。比如说我们在一个科幻的世界中，我们在一个电脑想象的世界中，比如说想象这个东西，我们做不到，但是三维四维都做到。对，是的。啊，他能做到。如果你的艺术进入了一种纯艺术，如果你的艺术进入我的一种意识，所有的形式都不是意识，意识是你的时候，你想做什么，他都能帮你做到。明白意思吗？嗯、就是说，李开复讲的是计算机不能这不能这不能那，我讲的是他讲的是计算机的过去跟现在，比如说人工智能的智能啊。是过去跟现在，我讲的是从现在开始的未来。嗯，这就是未来艺术，一切都是可能。嗯，只要你说不可能，那是现在跟过去啊。对，过去跟现在是一切的可，它可能不可能都已经可能了啊。对，但是我告诉你，一切都是可能，那就是现在和未来。我的未来就是我的未来不是梦，这个歌也是，就是我认为未来的艺术就是一切都是可能。对，就是一切都有可能性，不受媒介和形式，还有这些。对，但是就是我是说，以前都叫做艺术，我是做艺术的。对。现在好可笑，啊！嗯、我以后的未来艺术就是每个艺术家说我是想艺术的。希望其实艺术回到想艺术的本身。对，我希望你进入幻觉，我不希望你进入现实，现实不是艺术。艺术本身就是形式上的，形式上的，哎，对，艺术就应该是你想出来的，不是你做出来的。对观念的探讨。对，但是当我们有一天，我只要想什么，计算机都能帮我做出来，我只要想到，他就做到，这叫什么？应该更多是脑电波的传达吧，这样。OK， 你说的就是现在我做的人工智能4.0，人工智能4.0现在叫人脑合一，嗯，人体合一。就以后你的手机所有的外部动态，你只要想到的东西，这东西马上呈现在你的想到这里，然后你可能有一个Google眼镜这样，对，你看现在这个可以看得到，对，那个眼睛还是让你模拟进去，嗯，啊，现在呢，我这个未来的艺术，首先一点，知识等于零，知识等于零，因为知识的东西一点没有价值，啊，未来我会让你从知识进入。方式从方式进入，明白吗？就你学知识没有用，你学方式，学方式完了进入观念。对，观念是怎么进的呢？观念是从方法、方式、观念。就如果你有了思想，有了 idea， 你的 idea， 你的 vision， 你的意识，人有了主观意识，人能才给电脑告诉你做什么。电脑是帮你做什么，你是帮电脑想什么。那你讲的是将来可能是电脑芯片和人脑。你还是技术。嗯。你还是技术。芯片这种东西早就淘汰。对。这种东西，技术是不断的更新，思想是不断的纯真啊。对。你越纯真，你越想得多，不是你越想得高啊。所以我的艺术不是以后所有的艺术家，就是你现在说，孙连刚说艺术家不是做艺术，是想艺术。你有本事你胡思乱想你就发财了，你只要唱出一种想法你就发财了，因为你做的你不需要做，现在很多科技的革新其实都是艺术家，像乔布斯也觉得是艺术家。 对，如果说你想出来，计算机就帮你做出来，这个肯定还是需要努力的吧，这个过程肯定还是需要努力，没有用，是我们人在神，人跟神之间是感觉，不是过程，靠努力是没有用的啊！人类的文明整体的进步，整体的进步，我们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到信息文明到高科技文明，我们现在可能马上就要进入智能文明，很有可能，很快啊！所以说呢，技不是很快，现在就已经发生了啊！现在就是技术智能化，人怎么办？
就说哎，我们都说哎呀，当有一天机器人取代我们，我说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就我说，我担心的是人变成高级人工智能的，就是一个机器壳。不可能。听我说，因为呢，当什么人机器人帮你做的时候，人就去想，人想出来他做，脑袋永远变不了脚，脚永远变不了脑袋，听明白吗？他帮你做的人，他绝对不能帮你想，啊，你就说你给他所有的东西都是输入他，包括他自己编程，他以后可能有自己的感性，但是所有的东西他不能想，虽然他叫电脑。它实际上它是电脑，是帮你记忆的，比如说你的云空间啊，你把东西存在里边了，是吧？你存了比如说多少兆多少兆，但是这个东西你要用的时候你再从里拿，那个库房那个书店是不能有智慧的，图书馆没有智慧，书里边有智慧，但是图书馆没有，你得自己去，对，明白吗？明白，就是说它不能取代你的东西，嗯，是想，嗯啊，我让计算机从编程，从逻辑思维，就从这个思维模式变意识模式，嗯，它以后是有意识的，啊，就说我的四点零，我的人工四点零出来以后，我的电脑是有意识的，对，怎么叫有意识呢？就是我的电脑，我让你跟电脑怎么人机合离呢？嗯，啊，我把你脑子里放一个芯片，跟计算机的芯片是脑波是同波的，不管你睡觉，你的情绪，包括你体温，包括你的生病没生病，你的所有的那些东西提供给计算机，你睡了计算机关机了，你醒了它开机了，明白吗？它帮你处理，帮你记忆，你说哎呀，我今天忘了去苏老师那儿，它帮你提醒你，哎，该去苏老师那儿啊，嗯，明白吧？这是对，哎，这个他帮你记，我觉得未来是可以实现的啊，对，现在就可以实现啊。比如说，就说我认为他既然能帮我做这，他为什么不能帮我做艺术呢？我想去做，听明白？这就是说我未来的艺术是智能意识的艺术，不是形式。啊，你只是把借用你自己的手来完成个艺术作品的这个东西，不，你就想就行，就想。你因为你原来是我想着我做不到，啊，我想了我做不到，但是现在告诉他，你只要想，不用你做，你想就行，就明白吗？以后人可能脑袋特别大，手脚特别累，但是他会去锻炼呀，啊，去这个工作性的东西交给计算机了，但是你享受这个想的东西。这个非神这种快乐这种东西留给你了，这是人类整体文明的进步，所以这就是我未来艺术的主张，对，啊，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的谈话是人类开天辟地的一种啊，并不是一种形式的升华啊，更不是这个概念啊，是一个对未来全新的一种创作，还有就是对艺术这个。一个应该算是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是一个展望吧，这样子的。还不是展望。所以我不希望它是个我其实它正在发生。嗯嗯，啊，正在发生。就是所有你不知道的东西其实它在发生。你知道不知道是你的事儿，对吧？比我们人类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但是你能说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就没发生吗？其实我是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是有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随着 3D 还有这个 VR 技术的开发，对，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网络美术馆，就是说现在做艺术作品很多都是可能把现有的作品它数字化扫描做成 3D 建模，对，然后放到这个网络的美术馆里去，所以大家看作品已经不用再就飞奔到这个世界各地去看了，很有可能你戴上眼镜，你其实现在是通过 3D 的，就是对什么一个美术展的整个扫描，你是完全可以身临其境的看到这个作品。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说的这个东西，我刚刚开始听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悬，可是我觉得一点都不悬。对，但是借由现在技术的可能性的发生，那现在就是说，其实做作品，你很多可能直接在你就想电脑里面想出它的 3D 的模型，把它的形式表现
和这个东西全部想出来，那可能这个电脑是可以帮你实现，直接做成三 D 美术。对，是的，而且它做的是你想要的感觉，非常的精，你想要的，你想要的感觉，只要你能想到这个作品的每一个 detail 要如何的实现。所以就是说我让人工 2.0 变成人工 4.0， 就是我首先一条要做的人机一体化。人机一体化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人类不需要掌握一种技术，我们天天就掌握，不需要掌握一种知识。我把你一生中想要的东西，要有感应磁片，放到你的脑子里，或者放到你任何一个地方，它能跟你脑波合起，你的脑波。可是这个会不会很危险？因为如果你的大脑开始受到这个太多数据的影响，你可能会，可能因为我是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人类的这个自我毁灭的这个意识是很强烈的，其实你看在云端，我们更多的用已知去了解未知，这是个伪命题。我们很多是用人类自古以来的经验去对未来的未知。对，它不是画等号，我不能跟你说可能和不可能，未来就是有可能有不可能。但是我们用我们现在的已知的逻辑思维去看未知的时候，它不画等号。我说你是伪命题也没办法啊，但是这个伪命题不等于它不存在啊。所以呢，我们人类啊，人类更多的是特别欢喜的，就是我从现在开始，我研究人类的历史，现在有一个人类简史，它更多的是人类过去的对未来的恐惧。我不是，我对未来的雀跃，我终于有了未来了。我对过去现在烦死了，我不断的重复他们，我烦死了。明白，明白。你的整个未来意识，我就是明天燃烧了，我就是明天死了，我也会开心的对未来。对，你是对未来充满希望的那一对那一群人。我是烦死了那个现在和未来过去。对，我现在是，你对所有已知的东西都感到，我现在还能在现在，就是我对未来有希望。如果我对未来没有希望，我一天都不想活。明白，明白吗？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所以你能提出这个未来主题 ，OK。好，那谢谢你，我觉得今天已经差不多到这里了吧？好 ，OK。因为我们谈的已经很多了，我担心几个小时，已经半个小时。好的，你正好好好发挥发挥。